哎，大家好啊！明天呢是母亲节，所以说咱们别忘了给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打个电话，给自己爸爸妈妈问一个，请一个安。如果呢住得远的，一定要打个电话，来个视频啥的啊。谢谢爸爸妈妈多年的培养，然后呢，做丈夫呢也别忘了自己的太太辛辛苦苦养育孩子，给太太准备一餐这个美味，加油！然后呢，这个做父母亲的呢，也别忘了谢谢孩子们，啊，孩子们呢，让咱们做一个好的父母亲。好的父母亲呢，一定要有好的孩子，好的孩子呢，这个也会有好的父母亲。那么，明天呢，就是母亲节了，我呢，提前向大家说一声母亲节快乐，然后呢，Happy Mother's Day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